我们先去找那个什么快乐鸟了，不是快乐鸟了，什么海鸟啊？对吧？你这种怪的弱点在哪里啊？啊！我当时要弱点是头，但是他们头都铝合金的，钛合金的，打太多发了吧？鸟在这个附近，那我要把它打下来吗？你怎么开啦、啊？哎、欸，啊！我去装石板吗？等等哦，这个是鸟肉吧？极品鸟肉。你搞那么久，原来是要把它打下来吃哦。太耍嘴了吧！世界仅存的一只快乐鸟。嗯，小小，啊？我他妈要那么多钱干嘛？这到底是要干嘛？这个。我怎么有一种很《恶灵古堡》多人游戏，然后在那边贪钱，然后最后你要买技能的那种感觉啊？不要这样子，这贪钱的味道太重了啦！应该没了吧？然后我发觉上面原本是人偶，怎么全部变成村民啦、啊？所以我一开始进来这边的时候看到的幻觉，其实都是死人。哦，哦。哦，哦西，快洗手啊！傻小，哎、欸，我不会翻滚呐、啊！你给我这种敌人，我怎么打啦、啊？散弹的，这超浪费物资哎！开玩笑吗？打背哦！打开。飞看起来好像不会痛啊。两千年以后，这场地真他妈有够怪气的。对啊，这动画也太简单了吧！他直接死了，然后地上就喷出一堆结晶。他、啊、这个巨斧结晶。不能做成王五之类的吗？我花了全部的子弹呢、欸，搞屁哦、喔！地板，克劳蒂亚，好，这个像个垃圾，嗯，啊，完蛋，这里是卖钱的，巨斧结晶，非常值钱。所以我在这边花的钱就等于用这两个东西把它补回来就对了。蓝铁矿、巨斧结晶3万块，正台18000。看我赚这些钱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现在可以去冒险了哦。还真的是蛤蟆怪哦！哎，干这傻小，一进来就被咬。
咬杀小，看杀小，是要打吗？哎、欸，他进不来，我、哦、靠背，这打有没有用啊？伤口很深，时间不多了。中枪他也一动不动。那只不是狼，走到救水车那边可以阻止他。哎、欸，他说路易莎、欸，哎，我记得在，哎呦，我记得那个女的有说过说谁去巡逻了，然后没有回来吗？上去看看，她老公，哦。出去求救的，下面他会飞上来吗？他会死吗？哎哎哎！快让我下去！快让我下去！妈的！这会不会死啊？我又在浪费子弹了。外箱金，他说水车那边好像有什么。哎、欸，死了死了！哇，怎么每个都变出一堆结晶啊？野兽结晶，未看先猜18000啦，好不好？这小鹿超多哎、欸！又在这边遇到一只拿很大锤子的吗？这个啦。钥匙已经多到我不知道要放哪一只了。呜呜！爆炸弹，好，终于有点像样的东西。这样打的吗？哎呦！啊，小刀可以破粘液哦，好恶、喔！我感觉好像真的是在打青蛙怪耶、欸。阿嬷弓，风车，嗯，有羊哎、欸。好多肉哦！继续再打。我好像在做一些很讨人厌的事情，可是我要增加能力啊，没有办法。实验室，这个开门道具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啊。我现在印象中已经有三个地方要这样子开了。先看看旁边了。哦啊，这是 BOSS 啊。打完回来直接装哎，这洛克人关卡真的很简单明了嘛？一路
好、哦，要下地下地下道了，地下。地下水道大战，哦，我不是打到了吗？哎、欸，不对哦，这是哪里啊？旁边好像有一个井，然后这是白猪哦。我们杀了原本是欧迪啊，它外面有一只白猪。水库升降机。发觉真的好像没什么物资，不过他给你很多赚钱的机会，然后你就拿这些钱去买子弹。那么深啊！变色了，变色了！哟，地下矿坑呢、欸？看这边积水，好恶心哦！这边医生是不会开灯的、欸，我希望他能够开灯一下，看起来好像有点亮，实际上都特别清楚。那么多小路啊！可以打吗？被抓！伸手的瞬间被抓！哎、欸、哎、欸，蛤蟆人！啊！Mother Miranda, if it's for you, I'd do anything. 我怎么不能走啊？他怎么死看着我、啊？What are you doing with Mother's special child? She's not hers. 他还可以跟我谈谈哦。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What do you mean, Mother's special child? Mother wants her baby back. Don't screw with me. Wait, please, please. If you take it, then the others laugh at me. But.If I do better than them, what do I care? Wait, just a little longer, please. 这个医生怎么在欺负人呢、啊？人家都哭了。What's so funny? You're stupid. 这是在笑。Too much. It's all over. 啊 ？I plugged the way in. What are you? 哎 ，This is my. 哎呦。哦，原来他可以随他的能力就是生成黏液啊 ！Shit， 我们以为他很笨，实际上他还是聪明聪明的哦，把我们当笨蛋耍哎、欸。下面应该下不去了。靠背。再一路破下去吗？靠腰就是在冲他小、啊。这好像外星球、哦。哎，要被挤死了！哎，门开嘞、欸。How do I get out of here?屁耶、欸！怎么刚好趴在那边？这里可以开吗？头上有闪亮亮的、喔，不要了。
你怎么可以出来啊？啊？再过去吗？把船的钥匙放在矿坑小屋，汉斯死了不能捕鱼，他连人带船被鱼吃了。有怪是不是啊？船钥匙，等拿到船钥匙之后再来这边啊，还有一个宝箱可以开耶。这水看起来好恐怖，随时都有东西蹦上来耶。靠北有怪耶。是不是可以直接躲过去啊？还钥匙！哇，又有那种浪费子弹的。好，我捡一捡。真没有船哦！快跑啊！哎，没子弹了，可以不打吧？上楼梯无敌状态，靠在后面打。他马上不会上来哦。散弹还有15发，真的、哦，真的。哦，他不理我，我不理他了。这钥匙，乐器工匠钥匙是开什么啊？这个我要自己开吗？欸、真的。哎、欸。穿好难开哟、哦！哎、欸，我过不去啊！这边不能过去，要之后才能进。这边来，这船开的好晕哦！要把水退掉。我等下是不是要被大鱼吃掉了？看起来像水坝、欸。No! What was that? 看我被吃了。我觉得我在这边不是战斗的场景呢、啊，他只是出来给我看一看而已吧。这边应该是没有路啊。边。
这边有一些奇怪的小路，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边走、欸。地下那是什么 ？What the hell? Research post or something? What the fuck are they doing here? 克里斯？哦，不是哦，啊，这谁啊 ？Get off of me! Stay the fuck down! Ethan, I gotta say, 还真的、哦、surprised you made it this far.他们怎么都直接出来在后面了 ？Sir Chris, why not? You killed Mia. Now do me and finish the job. Hey, Cap, I'm getting some serious motion readings out here. We should move on. 看你这看起来好鸡掰哦。What's moving? Unknown, but my guess is we'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Miranda knows it. Hey, hey, did you say Miranda? How are you involved? Leave it alone, Ethan. You are out of your depth.What about the sample analysis? It'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mold. Mold, mold. 哎，我看到鱼了。那克里斯被描写的好像威斯卡一样，哎，是因为威斯卡死了。哎，他还是救我啊！他只不过表现的鸡掰一点，但还是 help。看，我被吃了。我刚刚进研究站，Shit, stay back. 嗯 ，The exit's underwater. You're done.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好恶。Great. Miranda is already preparing herself.Miranda sent you to slow me down. 他是不是要死了、啊？哎、欸，不对不对，他变色。离他远点。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的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那一看就是寄生虫要爆出来了，赶快！快快杀、啊！大变身到水里变身，所以这个就是蛤蟆人。靠北哦，鲤鱼王是不是啊？这怎么打、啊？他把我的。他把我的路都咬掉了。但我看不到后面。乱七八糟的。欸，我想一下哦。刚刚研究在那边还有一条路可以往水道走欸。莫罗诊所。那是回去的路啊。He said the exit's underwater. 差不多。那么多条路啊！I can drain the water. Shit. 那个鱼一直在那边呢。开启电源。那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教学在那边哦。要先去转风车，然后去开电源。哦，啊！你看里面有怪物的声音呢。靠呀！我还以为是怪物那边，现在伯爵在那边睡觉。Welcome, Ethan. For your patronage.
我也捕获。对啊，我觉得奇怪，他应该，我比如说我没打死一只大王 boss， 然后他会补一些重要道具，比如说补血或者什么庆技啊，都不补啊，枪都改的差不多了吧？鱼饼用太久，随时会坏。后备的在二号风车。咦？对不起，鸡鸡，我需要你们的肉。快点！这边没东西了。我觉得最缺的是鱼肉哎。鱼饼二号风车。对面那个吧，这边应该要滑过去。不是要坏了吗？Seriously， 干杯气。那个不能这样直接滑过去啊！妈的，我等下走到一半一定会被鱼咬啊！他这个黄色木条应该是可以打坏，对不对？一造桥。怎么躲啊？这边可以打了吗？我不想浪费子弹，希望有一个决斗场景给我，然后我再开枪这样。点啊！建筑物的位置啊，这边吧。啊！我那个导线没有刚好电到他一下。如果我在这边被他咬到吃到会是什么画面？不直接死吗？不想看一下、欸，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看一下，跑你家啦！哎、欸，被打水里了啊！干死了！在水中完全看不清楚哎、欸，我只知道我被吞而已，画面一片黑。您看，听一下。喂。Damn！ 你是要干嘛？要看准时机往下跳啊、哦！搞不懂这边到底在干嘛呀、欸？啊，这又怎么办啊？好恶心哦！
黏黏滑滑。往上还有一台车可以推。那边那个位置是去哪里啊？各种接电，哪有这么多水底设施，然后全部都还在接电啊？真屁呀，傻小啊！我捡到什么？麦格农子弹欸，麦格农子弹为什么盒子这么的精细啊？然后再一路开回去，这边走，对，这边来。啊，看我够很奇耶，这边。这边只能持续一下，我能不能在这边等等啊？冲了哦！把能搬的全部都搬了，冲啊！敢过啊！妈的，这一只脚是卡住哦。是要我下水才会起来，是不是？哈哈，干真不来耶、欸！靠北，我死，我吗？可以了，可以了。臭妈宝哎！蛮波，日文他们在说马宝为什么叫蛮波啊？这没路啊！这边再推一个箱子。OK OK， 经典推箱。哇！我在五代推了很多哦。再推一堆哦！没有奇怪的机关的。阿戴真的是每一关就是每一个风格了，真的。Caught myself a big one. 是船呢、欸。Need to get out of here. 快呀！快上去！客家金，不是说用刀刮就好了吗？用枪打会比较快哦。我看拿到曲柄哦。我们不要害怕，他们是这只鱼现在只是在吓我们而已啊。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战斗场地耶。冷静，冷静。
这样不能爬上去。什么意思啊？要打坏啊？是啥侠？可以先转吗？好好玩哦！怎么那么多机关啊？他在下面到底在撞什么啊？欸，可以了，可以了。下面都要塌了，这关好震哦！硬硬亮亮的，哇！他飞起来的时候，顺便丢拔蜡下去，在他嘴巴里面爆炸。如果是李阳就做得到了，医生大概没办法。曲柄有了，所以说以前可以用曲柄开的门，我现在可以开了。OK， 医生薪水才多少啊？干嘛做这种事情？现在有电了吗？有了，我看到了。做了一些不知道吃什么的事情，而且那只鱼我还没有打烂呢，够了吧？这个开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跟他对战了。怎么玩啊？我也是这样，这样。哦。欸，我以为这边是要玩九宫格或者是那种就是九宫格啦，结果不是。欸，这边只是换个方向，然后你就是对着岸而已。欸，我好像很少在恶灵古堡玩到九宫格。欸，因为他们知道九宫格实在是没有意义吗？九宫格十八宫格啦，敢不敢玩啊？可以去打怪了，等一下记录一下。Oh yes， 后肥猪有没有子弹可以买啊？带有九宫格。哦，欸，他怎么爬上来了？这样打有用吗？我等于是逼他搁浅了，他好像娃娃鱼哦。水被抽干之后，又有另外一大堆陆地可以走。哎，我之前跟米兰达说要五个人，今天就带来五个人，用药让他们睡着，将恩赐放进他们肚子里。四个村民死了，剩下的那个要变狼人了。他们在做的实验就是把村民抓来迷昏，然后把类似寄生虫还是什么的东西，然后放进他们的身体里面，能够活下来的就会变异成怪物，没有活下来就是死翘翘的这样子。播种，喔，嗯，有点像，可以爬吗？一条黄色的绳子是什么东西啊？I guess I gotta do this. I gotta do this. 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打头，应该就是弱点了吧？那你多点，快捡啊！有爆炸桶哎，先捡一波啊！在这边放隔壁了，看看。Oh shit！
能上去吗？欸，那边还有一个，这马的这干嘛作死嘛？啊！你能不能慢一点呐，啊？他是专吃地雷长大的，是不是啊？等一下啊！来呀！我靠！我靠！这要躲雨哎！哇，他范围攻击超强啊！往你家。加的，有没炸到啊？好像爆炸筒没有了。我刚刚是不是炸太快了？是不是？要怎么样？要打人哦，那边说要把它炸开，再打。他平常的时候人是不会出来的，干这样子，我是不是要用，等于是用炸药桶把它炸开，然后再打他的人这样？他会自己张嘴，要哦，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我们还有蛮多子弹的，慢慢来，不要急。打有用吗？张勇，这也太帅了！看起来好帅哦！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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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Watch this！好屌！啊！哦，是死啦！冰刀了，冰刀了！快断尾啊！最后要自爆啦，莫罗结晶欸，我这边子弹感觉用了很多欸，我回去啊，我觉得这一关 BOSS 战还蛮好玩的，真的有炸弹，有绝招，拼死拼活，加上有大怪物，值得了。变异鹅烂肥仔，这是刚刚莫罗他的房间。米兰达妈妈给了他螺丝小瓶子。他和大家感情不好。海森伯说：“哦，每个人给一个瓶子，所以没有人会被漏掉。
魔师是容器，有了容器可以拿到真正的孩子。就算他已经死了很久，哼！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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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的钥匙是不是齐全了？坏了哦！You're better off than I thought. Who's that? 那瓶子里面会动哎、欸。Oh come on. We just met a while back. Not that it really matters. You're the last asshole in my way, aren't you? You've got fight. I'll give you that, Ethan. But what's the plan when you have all four flasks? What are you trying to get at? I could lend you a hand. Not trying to get on my good side? Oh, don't get cocky. I'd kill you if you weren't worth the trouble.There's a stronghold not too far outside the village. Go there and get my flask. Do that, and you pass. First, head back to the graveyard. 他讲那么多等于 self-centered prick. 他是利用我来帮他找瓶子，找好之后交给他，然后他要把我干掉这样。卡杜，这样，恩赐。Is that alive?这个就是放在村民肚子里面，然后看看会不会长大的那个东西啦，对不对？这怎么有点像是幼儿啊？米兰达会生很多这种小幼儿，然后放进人的身体里面，看他们会不会变异，是不是啊？怎么那么恶心呢、啊？砍破可以吗？不行嘞、欸，打不破、欸，超级防弹嘞、欸。米兰达的卵，嗯，所以现在是星海争霸了。我是不是回来了？上去，我这边已经没事了嘛。王也死了，瓶子也拿了，对不对？上去东西弄一弄，瓶子放一放，东西子弹买一买。那个海森堡叫我先回墓地耶、欸。海森伯格，海森伯格就是Heisenberg， 叫他海森堡就好了啊。海森伯格太绕舌了。对啦，没有我没有哎、欸，妈的，怎么回事啊？坐船那边啊！这样不对啊！我其实已经拿到螺丝了啊！我开那个弹珠台，等于是拿下面的钱而已呢。所以不拿钱也无所谓嘛。我们开弹珠台不是为了要拿螺丝呢，是要拿钱而已。等一下，哦，怪了，有小成就、啊。好多怪、啊，至少先让我走回中央墓地啊！动物都被集中成一堆、欸，你干什么？有人？快逃啊！靠北！堆沙小。那医生怎么不会翻滚？
好死了。暂停时间。等一下，我按错了。来呀！哦哟，这怪也太多了吧！他妈整路垃圾！滑！哎，有什么意义啊？还不是我滑到这边来而已。看一下地图，这怎么出去啊？哦，这边。这能不能背后击杀啊？我没有补血了。那怪物应该是进不来吧？哎、欸，这个强吗？应该是打完武器了吧？米兰达妈妈给他一座山，可以做一大堆的寄生虫实验啊。今天实验品的肚子里放了三只寄生虫，然后爆开了。哦，那脊椎注入了狼血，然后放入寄生虫。那个人突然乱动，杀死助手。狼人是这样子被他们制造出来的。所以变成说动物的基因加上恩赐就可以合成出那种兽人，你懂吗？大哥哥懂不懂？怎么还有一只啊？干！干我死！别追！金属球，医生重伤的时候他是没办法跑步的。能不能补血啊？那可以吃吗？不行。我怎么突然跑起来了？哎，记录嘞！开门之后怪物就不来了、哦。啊！为自己回一点点，大概就是从完全跑不动的状态，然后回到可以跑得动，只不过你的血还是红的这样。有没有那么惊险啊？然后可以去拿钱钱。这样。我一直以为那个家伙是癞蛤蟆，结果是一只人鱼，什么鬼啊？丑的要死！我完了，看不太到、欸。哎！这个好难哦、喔。没意思啊，妈的！我就算拿到这些钱，我也买不到补血啊。有没有补血可以买？真的，我走错了，好悲啊！自己做可是我没有材料哎、欸，
榴弹存起来打王哦。我尽可能用不到的话，我就不要急着用了啦。要不然我真的没什么物资的感觉。乐器工匠那个是要开哪里啊？捕获啊，胖子！啊、My apologies. 他手上拿着寄生虫哎。I've procured some new items for you, Mr. Winters. 我枪可以改更高嘞，然后莫罗。This is Lord Moreau's. 哦，给你买了。I suppose it's what they call the beauty of the grotesque. 哦，120,000呢。These hands are more dexterous than one might think. 我靠，一发1700耶！我现在那边分段了，好不好？一只王一级啊，不要太久。然后我觉得这只王比较有创意耶，打起来真的有那种恶灵古堡的大 boss 感，就是你们以前我们以前玩克里斯最希望遇到的，对不对？很恶，然后乱喷，然后你也疯狂开枪到处炸。爽快多了，我觉得这只人鱼王啊，完全真的就是恶灵古堡的风格。上一只那个人偶算是比较层层恐惧那种感觉。这些 boss 其实很快就过了，哎，没有说特别长，那就是有一种那种真的是洛克人关卡，就是一关一关一关，然后你就收集你女儿的部位，一下子就已经。搞得成这样子了、欸，实际上游戏过程不会很长，对不对？好像在一些惊讶刺激中，然后就哎、欸，怎么已经这么多个了、啊？那我先在这边分段啦、啊，下一段就去那个什么海森堡的要塞，然后就继续下去这样子，好不好？